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是我影个湾分享的 Sasa， 今天同大家看一个荃湾西上盖海之恋一房的单位，实用面积391尺，我们即刻看一下。这个是海之恋一期十座的私室来的，这类一房单位在市场上面很受欢迎的。首先入到屋呢，我们会见到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对面就是原装设备的浴室了。出来看看个客饭厅先，客饭厅呢呈长方形的间隔，间隔都很分明。摆放完梳化、餐台、电视柜都仲有很多空间剩的。跟住就是我们特大的主人房了，一房的单位特点就是房间特别大的。这个是一个中层单位来的，远望海景之余呢也都望到池景的，真是池海相辉的。加上全屋落地窗，所以呢单位都很光猛的。海之恋呢是荃湾西站上盖，楼下大商场，衣食住行都很方便的。好了，今天就看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或者想放盘 call 我吧，拜拜。